你干嘛干嘛干嘛呢哥，干嘛呢哥，有意思没意思啊？多少发育？哎呦，4000发育，你敢抢我？哎哎哎哎哎，这哪来的？还撤退？真男人永不撤退，跟你们讲是吧？小铁回来吧，这你不回来我都不信了，我跟你们讲。修吗朋友们？哎，五杀来了，这不就朋友给死给死给死，快摇摇快下来，我靠，五杀真的五杀，哎不骗你们，我五杀啊啊啊啊，哎呀，国服婉儿这把也没能挽救得了大家。打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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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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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打麦，哎，我收割了兄弟们，好，我断了，哈哈，我断飞了，五秒五秒 CD 可以反打啊。啊，这干嘛呀，这个摇，这个不是这个摇摇，这个摇这干嘛呀，这不送吗？来，我给你抓一手，抓一手药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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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哎，我们俩这顶级拉扯搁这儿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！哎哎，牛逼墨子，哎强，哎太强了，鬼鬼牛逼，哎！哎呀，哦呦！哎呀，我什么牛？哎，抓一个鸟人，那确实确实是抓一个鸟人，给我抓明白了，我这个鸟人被抓住了啊，这个蓝流氓，还有还有，我还能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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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哎哎，我没看到他给我挂了个标记，我操，我哭了。接波一圈。哦，我身上还有摇，这还不是一秀二。我靠，这能让他走啊？那肯定铁不能让他走。我回来啦，朋友们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关系的。啊！我要玩明白真以为你的你啊，大我飞了，直接上了。哎，常规操作，哎，不要夸，哎。哎呦呵，好像我一格能量没转，有点夸张，有点夸张。干嘛呀，瞧不起谁呢，瞧谁不举呢，是不是，瞧谁不举呢。
不会真有人觉得嘟嘟是个下饭主播吧？没想到吧，朋友们，这个王者又被我玩明白了。别问，问就是艾库尼奥5活力版的功劳。艾库尼奥5活力版拥有白云般轻盈的外壳，描绘光影的自由绚烂，高通骁龙870处理器更是能90帧游玩王者荣耀，游戏体验提升不止一点半点。哎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想说，那大夏天玩游戏岂不是烫的一批？太天真了。手机全覆盖的液冷散热，冷气全开，让你夏日游玩依然毫无压力。搭配144赫兹的高刷新率竞速屏幕，那是直接在硬件方面碾压对手，外加立体双扬声器，无论是刷剧还是干游戏都直接变成了享受，轻松加愉快。那最后呢，也是祝大家手速腾腾，上分蹭蹭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请不要忘记3连关注嘟嘟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